天，依然哈来为大家带来呢我们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，再为大家带来呢我们精彩的辣妹钢管秀。伊们干嘛感谢你能给出版单位，咱的车主当首长，咱华哥特别的来给咱赞助呢，咱的喇嘛哦，咱的万圣多，公众呢，咱的万圣阳光哦，然后的支持依然在走火山，咱的发信阳光，啊个咱下头罗岗，咱的火也将本性展成手的光山，咱坚持开国满足，万万成功。平安喜，啊！祝福大家，心想大家的平安得体，和大家平安顺心，不只让大家大欢喜。哎，这一首你很久没唱的嘞吼。对啊。哎，咱的好呀，结婚哦。我中午完之后我就不敢回去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没有回去啊？没有回去啊，因为怕说回去有没有？对，睡个觉之后会忘了晚上要来工作。所以你是用？所以我就去按脚啊。哦。结果呢，我的 JK 也要嘿。来，先按一个小时，我的主工具为即固为公完，对不？对。当我眼睛睁开时，然后已经聊完了。聊完了。你直接哎，其实这样子很亏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没有，因为你没有享受到啊。对啊，你是开机，开机去遐困的。对，你开机去困的。好后悔啊！来，赶紧哦！我们这个水果牛呢，搁一首歌的呵。好，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，再为大家带来好看的精彩辣妹秀。我们把时间哦给我们现场的好朋友，来，紧接下来安排这一首。十一月玫瑰花。现在一定爱十一月。我嘛唔知呢。哦，你无敢问一下。玫瑰花较香啦。来安排这一首我们甜甜好听的歌曲，十一月的玫瑰花。
大家拢做一趟平安富贵，每一天会当来甲大赚钱。谢谢来咱今日请出当属长哦，有特别交代啦。哎，你讲哦，今日无主持发挥的余地。对。今天我们的辣妹安排非常的多。非常多。所以呢。